大家好，我们是原子邦尼，我是渣渣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最想去哪一个国家玩。目前最想去的国家是日本，因为之前已经去过，然后可是没有机会到京都。那这一次就是非常希望可以到京都去玩一下，然后穿上艺伎的衣服再拍个照，享受一下那种真正京都那种异国的感觉。我是吉他手怒，我最想去的国家应该是巴西，因为那边有亚马逊丛林，我想要尝试一下最贴近原始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。